有加核桃，有加腰豆。蔬菜水果有机食物混合搅拌是什么味道？这群妈妈一试就知道。很多蔬菜的味道，有香蕉、柠檬、像那种冰雷利诺这样。生活很忙，养生很难，医师来到现场做示范。有时候我们有这种概念，但是有时候是不懂得如何着手，所以今天老师来了，所以变成说可以一一的帮我解答这些问题。就像老师讲的，大家都很忙很赶时间啊，可是没有想到今天想就很简单，其实我们都可以去做啊，精力汤啊，那个高钙奶啊，连那个涂那个牛油啊，那个一都全部都很吸引人啊，真的是回去就会要动手试试做看怎么样。米煮成米浆，来给他修复体力会很快。守护家人的健康，马六甲慈济邀请于少林医师来到大爱妈妈成长班，和近百位妈妈分享健康饮食的方法。我就觉得不要等到病的时候才来想办法，饮食这比较健康有机的哦，你会发觉到你的精神比较好的咯。你吃那些肉类很多哟，真的，我看到真的很，它的分别很大。因为我平时生活上我都很注重啊我们的健康，尤其我有一个小孩嘛，都要把他从小都要把他照顾好，来，对，健康是最重要的。黑芝麻味道很香。轻松学习，妈妈健康，活力一整天。大爱新闻吕佳佳、邓凯生，马来西亚马六甲报道。